激气啊！你哋出咗嚟，而且仲融合埋添，点解？融合即系嗰啲软弱嘅宝石战士妄想变强嘅作弊伎俩，你哋唔好再令自己出丑啦！我好清楚你嘅真面目。你仲未睇清楚，我系 Garnet， 合二为一，而我永远都唔会俾你咁样嘅人控制，因我比你好几万倍，身体每个部分都可以收拾你。我哋两个唔会照你嘅规则做，你有本事就使出嚟咯，你嘅武器对付我嚟啦，就你同我。嚟啦，就二对一，我要你试下攻击我一招刀，睇得出我两互相关心态度好，一早导致你会讨厌我的合体，因我清楚你心太孤独吧，一次你激怒妒忌我俩一起，不管你阻碍我俩亦于一起，谁能将我俩分离，仍能又于一起，只会得到倍增能量，唯因我总比你强。快啲掉头！这个才是我真真不回家，不要痴想去阻我，仍要一再想清楚。我有这种感觉，我一生不停止。从不会被你威吓到我，不要伤我的友好。我要你试下攻击我一招刀，睇得出我两互相关心态度好。一早就知晓你比我玩硬净，因你知所有的压迫全无，不过我拥有石腿威力，他需要关心都只因我吧。心中那激怒，心中那耐力，都可以互传感受，总比你强。十倍的你，我有十倍的你。加力，你艘船开始坠落了，系咁 ，Tempest 点算啊？已经冇时间。